妈，刚刚睡醒，把你吵醒，不好意思哦。今天怎么样？今天还好吗？舒不舒服？上帝爱你哦。上帝爱你。我要去医院跟医生说你的情形，看医生有什么建议啊，看怎么样做会对你更好啊，好不好？不担心哦，不担心啊。OK， 现在才六点多啊，6:10。你好好再睡一觉啊。这边的人会对你很好哦，都很有爱心哈。我们来这里1年多了，1年又4个月了。这里就是你的家哦。好，我要去看医生了，帮你挂第一号 ，OK， 第一号就可以看到你的那个之前的医生哈，他都已经满号了，OK， 那我要先走了，